油豆腐这样做吸满了汤汁太下饭了。油豆腐剪一个小口，再按屏幕上的方法调一个料汁，这样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少许油下肥肉煸出油汁，放瘦肉炒到变色，再下屏幕上的配料一起炒香，下豆腐再翻炒一下，然后倒入料汁，盖盖焖煮2分钟，最后放生抽、香油、蒜苗叶翻炒均匀即可。喜欢记得点赞收藏。